一代颗粒水溶肥巧克力是如何流通到国内外市场的？今天带大家探探发货背后的故事。哎，师傅您好，解除是您的出货单。你去哪有出货单？要指定的出货地点。肥料不少啊，就是那个听了人家话，这个肥料刚刚的好。哎，师傅您好，来枪的四。我们的每一批出口订单呢，都需要第三方机构进行商检。这一批呢是在4月22日已经进行了商检。进一步呢，确保巧克力不但符合国家标准、质量要求，而且还要符合国际标准，同时呢，也保障了客户、用户朋友的合法权益和利益。包括十多年了，第一次建这么特别干净的工厂。包括这么细心的啊，为你们点赞。Cocoly.